我很欣賞，我喜歡看他教小朋友，因為我自己教小朋友呢，我是試一下試一下啦，我都是學習中，但他有時候很有信心。一直教他一樣東西，妹妹這裡很抽象的概念他都解釋得很好，例如有一次、哥哥覺得、妹妹出了世之後少了注意力嘛，大家即會覺得好像被人分了一些愛一樣，他很簡單就跟他說，我們原本家裡是即爸爸媽媽加上你啦，咦現在是多了一個人，三個人和四個人加埋嘅愛咧，係三個人多啲定四個人多啲啊？咁佢就話：咁梗係四個人啦。佢話：咁咪係咯，點會分咗你嗰啲咧？妹妹帶咗好多愛嚟我哋依度嘛。我就覺得咁樣諗佢幾好喎。咁即係佢又冇逼你要同意佢嘅講法，但係佢將一個好容易接受嘅講法咧，好輕鬆咁樣介紹俾你。好在你口才咁好啫。有啲嘢咧，如果我解釋咧，就好論盡咯。但係佢講就～好似好簡單咧，就已經講到啊，小朋友又明白又開心又識得做咁樣咯，做得好好佢。我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搞笑嘅人，而我又好中意人搞笑啫。我一直都係拍緊拖喎，幾時都好需要拍拖嘅人嚟㗎。即結咗婚，我都覺得需要拍拖。